我叫叶少华，毕业于台南大学，我会写投手。很兴奋的啦，就多看啊，多学习。英文学上吗？有一点啦，对，觉得蛮好相处的，很好。你比较想，比较想可以钓谁？弟弟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比较好配啊。没有，感觉弟弟比哥强。这不简单。感觉啦，我就感觉啦，他很忙。不要走过来了，我不要走过去。他过来。他过来了。对，你看他走出来了。没有跟他讲啊，他就说：“你怎么在这边？兄弟见面了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”但是我跟月在谈判，还没有看到家里啊，没有，我见他家。没有，我们是有事情才会聊了。你跟我见刘鹏啊，这样子吗？今天见面下去，就是说，拜拜，下一啊。没有，我在办学啊。很开心的啦，有钱都没有。我觉得外面比较好，就比较有感觉。期待明天看炮尾打拳打。终于自己了。